大家好，我是副院長蘇偉智。咁經過幾個月的比賽咧，我哋都贏有很多學生啦，贏咗比賽啦，咁亦都準備好係嚟緊參賽啦。咁今日咧就係因為都有啲學生其實參加過啲比賽，但一直都有個競技啦，或者無緣贏到啦，所以我哋今次咧就加一個叫做圓賓杯嘅比賽俾你哋參與，同埋喺呢一個比賽贏咗咧，就可以繼續參加對上面嘅一個比賽，係咪？係啦，咁事不宜遲，交俾大家。你講唔講英文？我同你預咗未？可以開始。唔該曬。我哋下一個有請蔡志健先生出嚟啦，蔡志健，唔好怕醜啦。你用咗邊支啊？我專好咗未？歌就係 K32，係啦，就係 K32。啊，個個彈聲嘅 style 你彈得邊個？係啊，下弦啦。試一句先，試一試啊。OK， 正式正式，側側地坐望。好，個個俾掌聲我開始。Thank you.
新世紀的主題曲啊！俾啲掌聲佢啦，俾佢開始。
辛苦咗。感受嘅，就覺得佢哋都好有誠意嘅，都好熟嘅，大部分都唔使點睇譜嘅。咁就有兩位，有兩位參賽者都係彈同一首歌叫《蔡麗作》，咁兩個人彈嘅 style 都好唔同嘅，用嘅吉他嘅種類都唔同，所以彈咗出嚟嗰個感覺都好唔同。咁兩位都彈得好熟嘅呢首歌，都唔使點睇譜，同埋我覺得都彈得好，大致上都係暢順啊，同埋啱拍子嘅佢哋都。咁 K322 咧就因為係一首古典歌，咁就個要求係比較高啲啦，咁就會嚴格啲啦。咁我拍子要求其實真係要好好準先得嘅，同埋係呢首歌本身個節奏感好強啊。咁你其實可以喺 YouTube 嗰度都睇好多唔同嘅演奏者演出啦。咁就要再練熟啲嘅呢首歌，其實要。咁啊，盧啟安我就都睇咗佢好耐表演，都覺得呢位吉他手咧好有誠意嘅。咁啊，一路都有進步啊，同埋每一次演出嘅機會咧，都會好積極咁參與，都好欣賞佢嘅佢對吉他嗰個熱誠嘅。咁啊，希望佢繼續努力，就喺呢方面繼續有好嘅進步嘅。多謝阿斌。好啦，